有比较白、欸、这个插件，你没有感觉吗？特别的白。对吧 Q。哎呦，他那个 Q 中小兵也会有特效，蛮酷的。把线空在这边。哦，那个 Q 中小兵的感觉还蛮不错的。线空在这边，他就很难受了。全中，往下，哇，可惜，这边辅助是萨科，啊，这样也可以啊，哇，这波换血，他这样子也可以 Q 中我哎，哇，这发 Q 没有中。几乎没有漏什么兵哎、欸，五分钟是四支兵，再一个五块钱，哎，超爽这个开局。哎、欸，我带征服者，所以根本不怕。哇，再可以吹到。吹完 Q 就可以丢啊。打我死，哇，这样没死，这呵呵六哦，那感觉他也要交闪了，这牙宁跑线，那他中路就要没了，这个我们也不用去帮了，帮不了的，自己加油。有头，那我就来了。顺便吃这个，然后等下御史者放中。哎，那我要帮了。哇，怎么还多一个这个、啊？他死了吧？多一个萨科，但是这波线是回推的。你在装什么、啊？轻轻松松啊！干！有种站路啊！操！牙铃也下去了，各位，哇！这波不用帮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这把没什么在跑线。因为帮人会崩，队友是不能随便乱帮的，即便这些人都是精英还是什么的，都是一样。拍抖音。下路又死了，欸，感觉这边可以操作，
啊，剩一滴，哪里有头就靠哪里。赶快推啊！欸，这戴安娜干嘛不走啊？他脚麻了吗？剩下的交给你们啦、我在你后面，不用怕。这个戴安娜乖乖的，就把逆风浇血啊！如果队友都长这样的话，那真的不要去帮他们，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就好了，千万不能帮他们。哎。你吃这个，你吃这个。再吃这个，再吃这个。要有细节啊，哥。111，他的物防。Nice， 哎呀，这波应该要用大招去躲大招的。本体双 Q，A1，A1。我这么努力是为了什么？等他 Q 3结束，拿捏，点了，谢谢。